11:02，湛蓝子弹所拍摄的是564号海线北回线，靠往花莲，走1212南岸电梯彩绘，台一有一号，电头加8节聚光号摄像，新式自动聚光号。562总司令，有的人564进海线北回线，看欢迎的。1212南岸电梯彩绘台有一号电头加八节聚光号车厢新式自动门聚光号已经实体。男子站您好，拜拜。耶，超开心的！今天564是南岸电梯彩绘的台有一号1212，您好，拜拜。